我哋搞呢个团主要嘅目的咧，就系想有几个，一咧就系庆祝祖国70周年嘅大典。祖国送上我哋祝福。另外咧，我哋仲有一个目的嘅，就系话咧，因为而家香港局势有少少紧张啦，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个时候带正能量、带爱、带和谐同埋共融嘅信息俾大家。第三个目的咧，就系同粤港澳三地嘅青年啊，可以融合埋一齐。咁当然啦，佛山同埋广州市政府嘅领导亦都好重视今次嘅呢个考察团，咁佢哋提供咗好多嘅便利，亦提供咗好多嘅支援。嘅后生仔过嚟呢边考察又好，希望打造一个青年交流嘅平台。这边的那个很多政策，也是对文化产业是非常的大力的扶持，对，所以我们可能回去的时候也会看，在这边看可不可以落地。我们现在这里看也是觉得说，其实它这边的很多东西都配套都非常的好。佛山变化好大啊！咁同埋头先即系我哋啱啱落嚟广州大桥开通咗之后，咁都好快嚟到佛山，系啊，咁都好方便。